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第一位的教学，背向篮筐的投篮训练。那首先，我们的位置是在我们看到我们在比赛当中的罚篮边线这里有一个实框啊，实心的框。那基本我们要位的位置在这里，因为这样你篮下底线有足够的空间，上面也有足够的空间来给你使用你的动作。之后首先我们是前转身，就是我们用右脚做中心主，左脚转投篮，抛球接到球，左脚做中心主，转身，这是前转身。之后我们再练后转身，后转的身的时候要随转身的同时要用你的大臂挥臂，之后投篮。好，这就是篮下接球前转身和后转身的投篮训练，你可以做到吗？